关门了，我说、哦、他是谁？欢迎光临 ，Oh my God， 我们的岁月剧好，五月天，五月天，五月天。我们关门了，我关门了，对对对，打烊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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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哥，欢迎奶哥啦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哎呦呦，哇，这么大的阵仗，奶哥奶哥，我们先点，那你们要喝什么？要热的还是冰的，还是要气泡的？我有口，我们就不要点热的，那个冰的，冰的，我们有那个冰的，哎，不要。哦，我听的啊！你们家的狗狗今天有要做什么样的服务吗？是谁做我比较重要？我做。他们三位。你们三个做什么？各式各样的美容。美容啊？对。我怎么不放心呢？也没关系啊。前面三个又不专业。前面已经有两三组客人都已经走掉，好开心，给了我们好多钱呢。是走掉还是逃掉？没有，很开心。对，你们也养得好。对，你要洗澡对不对？你想要洗。你要洗澡对不对？你想要洗。哇，逃了，还咬到我了。还咬到我了。没有，它咬到我了。真的？可是它应该是要吃东西的药，不是那种。好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生理期。Oh my god！ 应该会超痛，是吗？还好，目前啊哦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我觉得我顶得住，可以，冲一下。不是，那怎么会有血？那是谁的？谁的血？血怎么来？不是，刚刚小乔，你是不是流血啦？没有，那个尾气，尾气流血了，怎么了？好像有点稍微咬到了，哦，就是那个饲料被慢慢咬的，对，被慢慢咬，就是可能喂那个刚才不小心拿太近，他给他一点零食，没事，没问题，真的，那个医疗箱有拿进去，哇，哎，奶哥，你养的狗跟你很像呢，我们有打过破伤风，放心。是平常喂东西也会被咬哦，它可能会连那个。它刚太激动了，太养肥了。那它们喂都会比较是这样喂，哦，因为这样子它可能会咬。丢了。还好吗？咬一个洞。可是怎么会这么大一个洞？因为我不知道是要这样喂啦，我是这样手上拿。这样给它，它是直接这样嘎下去啊？对。还好吗？我刚是这样喂他，我不知道要这样喂。我最近还好，还好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好还好。你是哪里？没有，就是手而已，手。对，哪里哪个地方？大拇指。还好哈，还好。脚的地方。对。哪个不好？没问题。他现在是台湾当红的偶像男团，他现在跳舞要看到手指，没有啦，可能要一点轻微的赔偿。不用，有精神赔偿。跳舞。不用，没事。Oh, wow.